三号阵地，很高兴为大家解说。首先先为你们介绍正前方这门八寸榴炮，现1944年由美国制造，民国47年九月下旬由美金琉球基地运至金门，曾参与过第二次世界大战、越战及韩战，在823炮战中一战成名，以炮而红。八寸火炮，炮口口径为20.3公分，炮管长5公尺，炮弹重91公斤，整门炮重约为14公吨，最大射程为16800公尺，炮弹爆炸半径范围约470公尺。本门炮最大射速为每分钟1发，持续射速为2分钟1发，主要射线为金门的东北海面，涵盖大陆地区的围头、金井、潘靖、塔头、东石港、白沙河口等地，实施海上射击以及反炮战。最后为大家介绍班支编程，炮班满编为16员，因左右两边大架已固定，因此简编制8员即可操作。待会炮长会下达口令，由4名炮手将炮弹搬运至炮栓处，2名炮手将炮弹推入炮膛内，上方2名炮手负责调整角度以及射击方向。那我就简单介绍到这里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炮操演练。没有看到，明天。